跟这儿点了个菜。中南美洲的特色。待会儿下去看看，那儿有一个咱们中国的那个小吃。找一个一个人，对。嗨，找不着，看看都是一样。点了一个厄瓜多尔风味大餐。这个是。他们的米都是那种糙米，酸了吧唧的。动物牛油果薯薯片，味道一般，全是咱们中国的吃的。这是辣鸡面，4块。重庆火锅底料，我操，这儿好全啊！这它中国。我操，酱豆腐，好久没见着了。挺好啊，全是中国的，好久没见了。上海时尚美容美发店，啊，这也是中国。
真的。玩意儿怎么用？